谢震业的状态太好了，他个人最佳成绩是9秒97，赛季最佳是10秒05。在亚运会100米的预赛中，谢震业放了一下，还是跑出了10秒07。这全速跑的话，一定能跑进10秒以内。谢震业现在的状态是最好的时期，就像东京奥运会的苏炳添的身份结束比赛。好的，比赛发枪，谢震业启动反应稍事落后，但是进入到成熟跑阶段，这是他的优势。谢震业逐渐抢回了属于他的领先位置，走在第一位，全力加速冲刺，马莫德被他甩在身后，也是看着跑问送呢，在第十道也在看着他的位置，10秒06，第10秒07，问送小组第二10秒13。谢震业启动反应稍稍落后，但是在途中加速阶段他超越了穆罕默德，但是在最外道我们看到问送其实也在拼命的往前赶，他在看着去跑，最后10米谢震业没有全力的去加。苏神不参加亚运会，那么亚运会就看谢震业。一起期待谢震业的表现。